高铁停的三月。我们看一下。现在是1:28:39。众人问他说：“我们当选什么才算做上帝的功呢？”耶稣回答说。替上帝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上帝的工。那你做上帝的工是什么？信上。那就是那个基督徒啊。那我什么都不上吗？那谁来替代这个人去？谁来替代这个扫地，对吧？谁来讲道？但是今天耶稣是什么？哎呀，我们真信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不动，对吧？对呀，你是咱看到你们那个专家啊，专家那个看门呀，你当他发现了这个东西，知道他是你在的时候，他相信他的时候，他信，是不是？